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uan 周柯宇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玩一个抽签游戏，用北京方言夸喜欢的学员。我要夸的学员是胡奇浩，好，接下来我要夸你了，胡奇浩。胡奇浩倍儿牛，胡奇浩倍儿棒，胡奇浩加油！胡奇浩特别不错。因为他是唱 R&B 的嘛，我们今天听了他的现场，都觉得他的嗓音很抓人。正好有这个机会，就夸一下胡奇浩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坚持自己对原创音乐的热爱，并且我相信他一定可以能够继续做出更好的音乐。我是周柯宇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明日创作计划。